古语有云，战争一响，黄金万两。这话放到现如今，更是再合适不过了。俄乌战争打了十九个月，俄罗斯的累计花费来到了一千六百七十三亿美元，而美国八年伊拉克战争直接打掉了一点八万亿美元。那么，这么多钱到底都花在了哪里？而战争中最烧钱的武器弹药又是什么呢？传说中位列榜首，一亿美元一枚的大杀器，却为何没有使用到这两场战争中？ 第七名，最不起眼的子弹。枪械子弹是现代战场中最常见，也是造成实际杀伤效果最好的武器弹药。除却冷兵器匕首外，它几乎也是最便宜的弹药。根据子弹口径的大小，每颗子弹的售价差不多是一元到五元之间。比如加特林机枪，它有六个枪管，每个枪管一分钟就能打出一千发子弹。该枪子弹是七点六二毫米口径的，一颗需要五元。 而每根枪管的寿命在一万发子弹，就算是一直连着发射直到报废，弹药费用也才三十万元。当然，高精度狙击步枪子弹的造价则不是这个标准，通常能达到单枚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一发。别看单价这么低，但一场战争下来，光是子弹消耗的费用就足以让小国破产。以二战期间四年苏德战争为例，仅仅苏军就打光了一百七十亿发子弹，而单方面碾压的伊拉克战争。 美军更是消耗掉了六十发子弹，可他们取得的战果却是击毙了两万四千名伊拉克士兵，平均下来每消耗二十五万发子弹才能干掉一个敌人。大家不要误以为是美国大兵枪法不行，其实从现代战争的统计来看，一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纯属是个案特例。因为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击杀一名日军，实际弹药消耗也是在三千到三千一百发左右。大规模的战争中。 不可能出现端着枪硬扛枪林弹雨的情况。非洲兄弟的信仰射击才是真实的战场情况，不露头，只把枪伸出去，然后一梭子扣到底。至于打不打中敌人，全凭运气了。先把对面敌人吓得不敢露头了，才能抢占有利位置。所谓的火力压制，大部分子弹都是威慑射击，很难造成实际杀伤。所以单发子弹虽然不贵，但量上去了还是一笔巨额开销。平时训练。 部队领导会让战士们珍惜手中的枪弹，可真上了战场，一定是士兵的命比子弹重要的多，宁肯多浪费点子弹，也要尽可能的保证自己人的安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第六名，炮弹，大炮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重型攻击武器，从其面世之初就一直影响着战争的走势。中国明清就有的红衣大炮、神武将军炮，到二战时德国搞出的古斯塔夫列车炮，完完全全的验证着。 口径即正义，大炮即真理。一发钢铁炮弹袭,袭来，步兵死伤惨重，建筑防倒屋塌。这种武器弹药在二战期间简直发挥到了极致。我们在抗日战场上，就是因为缺少攻坚的重火力，才屡屡看着小日本的炮楼、攻势隐恨。炮弹相较于子弹，装药量更大，射程更远，威力也更足。同时，对于精度的要求远没有枪械那么高。即使没有直接命中目标， 光靠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也足以起到摧毁和杀伤效果。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佬可谓是把火炮炮弹用到了极致。军事上的范弗里特弹药量，就是出现在了这个时候。当时我们争夺的上甘岭阵地，战场面积不过三点七平方公里，可美军在四十三天里，发射了一百九十万发炮弹，平均每平方米落弹七十六枚，这可真就是现实版的枪林弹雨了。至于价格吗？ 自然要比子弹贵了，一发炮弹差不多在几百元到几万元之间。就比如一千一百三十近防炮，它有十一根枪管，需要大概三十毫米的穿甲弹，发射一颗炮弹，一瞬间就一千块钱没了。射速惊人，威力又猛，一分钟能打出一万一千发炮弹，一秒一百八十三发炮弹，开火发射仅仅三秒就烧掉五十万。大家可以估算一下，自己的工资能顶得住开火几秒钟？ 当然，传统意义上的大炮精度不高，但现如今大炮的炮弹也可以导航、精确制导了。当然，这价格嘛，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而俄乌战场中，俄罗斯不敢撒开欢的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唯一的原因就太贵了，用不起啊。第五名，航空炸弹。航空炸弹是从空中由战机投掷下来的一种爆炸性武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航弹。当然。 航空炸弹的种类也很多很杂，一般是五十千克以下的是小型炸弹，一百到五百千克是中型，一吨以上的就属于大型了。这种武器主要的杀伤目标是密集的敌方编队或者不能躲闪的建筑等军事目标。通常情况下，这种航空炸弹一枚五百磅的需要花费一点八万，两千磅的炸弹就得造价五点一万。其实，二战中实际毁伤价值最高的武器就是航空炸弹。 整个战争期间，各交战国一共投掷了五百多万吨航空炸弹。不过，航空炸弹有个很大的弊端，那就是作战方得先夺取制空权，然后才能骑到别人头顶拉屎撒尿。一旦对方的防空火力健全，或者有空中战斗力量，那么携带大量航弹的战斗机，无疑成为了别人猎杀的活靶子。当然，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航空炸弹也被几个军事大国玩出了花样，各种精确制导、防区外发射的航弹层出不穷。 虽然大大提升的攻击命中的精度以及轰炸机自身的安全系数，但却是失去了航弹最开始廉价、量足管饱的效果。因此，如今动辄几十万亿枚的新航弹，也不是一般国家用得起的了。第四名，火箭弹。火箭弹，顾名思义，是用火箭发动机推动弹药部发射出去的杀伤武器。火箭弹通常是由战斗部、火箭发动机和稳定装置这三部分组成，利用点火装置和推进器。 快速把火箭弹发射出去，就像如今俄乌,乌战场上大放异彩的海马斯火箭弹，就是由美国佬提供的。一套海马斯造价高达五百五十二万美元，单发火箭弹都要十万美元之多。别看这么贵，但却是给俄罗斯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但要说到玩火箭弹，那中国说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中国用了几十年的世界，把火箭炮直接玩出了花样。 射程五百公里的火箭炮都面世好久了，而且还敞开了向国外出口。就像国产的卫士二 D，射程都达到了四百公里，但却无限制的摆在了珠海航展上。中东的大户们不少都买回了家。这玩意只要使用得当，完全能起到短程导弹的威慑效果。当然，我们还是严守国际军火出口协定的，把射程给控制在标准以内。至于中国火箭炮的老师傅，苏联如今的俄罗斯则是有些颓废了。 要知道，世界上第一款火箭炮就是苏联研发的，当时被德国士兵形容是“地狱的怒吼”。一轮火箭弹齐射过来，那整个一片的弹幕火海。中国人之所以痴迷火箭弹，实在是他在中国军队里的初次登场太出彩了。还是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靠着火箭炮的几轮齐射，直接让美军一个团烟消云散，甚至侥幸活下来的美国大兵都直接哭喊：“中国人使用了原子弹！”目前。 我们国产的远程火箭弹是三百毫米口径的，售价为七十五万元一发。如果用十二管一次性齐发，那就得消耗九百万元，也就是相当于三十三辆奔驰 C 两百 L 汽车被射了出去。而一个十二辆的火箭炮营齐射，那就是一点零八亿，顷刻间就化为虚有了。而这一切也仅仅只是弹药的花费，若是再加上远程发射所需要的雷达、侦察机等配套体系的费用，那远远就不是现在的这个价位了。 所以一般将远程火箭炮用作战役级武器，作为首次火力突击使用。第三名，巡航导弹。巡航导弹是属于自带推动力装置的大型杀伤性武器。它与火箭弹最大的区别是可以精准的射击目标，其最远射程一般可达到数千公里。通常只有打击高价值目标时才会使用，因为一发巡航导弹的造价就高达数百万美元，若是虾兵蟹将根本就收不回本来。当然。 世界上没造炮弹、子弹乃至火箭弹的国家不少，但能独自研发巡航导弹的国家其实没有几个。除了五常国家之外，满打满算剩下的有能力研发的也不超过五个。但有意思的是，这几个国家几乎全都出现在了中国周边，例如印度、朝鲜、韩国等。不过单论水平和迭代速度而言，最尖端的巡航导弹几乎完全掌握在了中美俄三大国手里。 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在中东战场上是经历过实战考验的，中国的常见系列巡航导弹也是一路迭代过来的，最新型号已经具备了防区外发射、两千公里以上的命中射程。俄罗斯的三 M 五四巡航导弹同样也是在技术参数上不相上下。总的来说，巡航导弹虽然中段飞行速度只有一马赫左右，但其末段的攻击速度还是难以拦截。大量的巡航导弹齐射。 无论是哪个国家，都难以招架。唯一的缺陷还是太贵了，不能拆开了使用。第二名，鱼雷。鱼雷是一种水下武器，可以在水下自航、制导，攻击敌方潜艇和战舰。和反舰导弹的区别在于，反舰导弹攻击的是舰艇的水线以上部位，而鱼雷则是攻击军舰的水线以下。它的杀伤原理并非是弹片杀伤，而是靠着巨大的装药量在水下爆破，产生冲击波。 大家都知道，水是很难被压缩的。一旦水中出现冲击波，巨大的能量直接作用到舰体上，可以令数千吨乃至上万吨的军舰直接拦腰截断。所以，海军中盛传着一种说法：“宁挨导弹，不挨鱼雷”的说法。因为挨几发反舰导弹，还有反应抢救的时间；一旦真的被鱼雷命中，很可能几分钟时间里，巨大军舰就直接沉入大海，连自救的机会都来不及。鱼雷这款大杀器。 在二战中，可谓被玩明白了。英国和德国的潜艇大战，美国与日本的潜艇大战，彻底把鱼雷的杀伤力展示给了各种军方。所以二战之后，各国都开始对新型鱼雷的研发工作。只不过大家可能想不到，这玩意的研发难度远远超乎大家想象。鱼雷分为雷头、雷身和雷尾三部分组成。雷头是带有检测和自导头装置，可以携带炸药。雷身是控制系统。 带有储备能源和控制鱼雷方向目标的作用，雷尾则是发动机、推动器，让鱼雷能稳定性的前进。原理说起来贼简单，可是实际上，当今社会能研发重型鱼雷的国家只有九个，分别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以及日本。而中国能够快速追赶重型鱼雷的研发速度，离不开当初我国渔民捞到的那枚。 美国最先进的 MK 四十六型鱼雷，当时我们还没有逆向技术，没得办法把它共享给了当时的苏联。这个美国最新的成果，直接加速了我国重型鱼雷的研发。按照目前的公开造价来看，一枚重型鱼雷的单价在五百万美元上下。不过，相较于军舰动辄数亿美元的造价，还是性价比很高的。不过，这玩意实在是太狠了，它也成为了军火市场上为数不多不敢出口的武器之一。 第一名，洲际弹道导弹。洲际弹道导弹是先出大气层，在太空度过中段，然后再大气层的重型武器。它所携带的战斗部，一般默认为核弹头。当然，通俗的理解也可以是，把大家熟悉的民用火箭换了个载荷。只不过，洲际弹道导弹的入门门槛为射程超过八千千米。当然，真的能满足这个条件的，也只有五常这五个国家了。像印度、伊朗。 朝鲜虽然也有弹道导弹，但其射程和八千千米相差甚远。这不仅要求火箭技术先进，而且还需要导航系统的加持。因此，这玩意也成了五常标配。通常情况下，这玩意是镇国神器，只能摆着看，不能轻易使，因为各国的洲际导弹发射基本上都是相互透明的，这边刚升空，其余四国全都收到预警，并且高度戒备起来。 就连中美俄演习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也要相互之间通报，就怕出现误判。而中国的东风四十一、41, 美国的民兵三、俄罗斯的塞尔马特也被合称为世界三大真理。这个东西单枚造价几乎都在一亿美元一枚上下，而且绝不售卖。作为大国标配的它，虽然造价最高，但感觉下来好像性价比也是最好的。后记：细数下来，现代化军备离不开钱。 只要强大的经济体才能撑得起一个大国军队，但这些武器出现的目的，既是为了战争，也是为了止战。希望这些武器可以永远不要出现在战场上，毕竟一旦出现，就代表着生灵的消失。